这种事属下经过多方查证绝对属实。苏灿，看你这次还怎么说。喂，你有没有礼貌啊？哇，这是干什么啊？九王爷，你那么快就得到消息了？听说提亲这事儿应该是男方去女方家的，你那么着急啊？给我押回去！哎，这干什么？有话慢慢说。怎么，你是不是得了热病啊？我是当今状元爷。是倒是，是犯了欺君之罪的状元爷。带走。九皇叔，苏灿究竟犯了什么罪？你为什么把他五花大绑呢？苏灿是朕钦点的武状元，你这么做实在有损朕的颜面。皇上，微臣就是为了皇上的颜面才将苏灿弃捕，因为皇上的决定一笑天下。苏灿到底犯了什么罪？禀皇上，苏灿是犯了欺君之罪。苏灿根本不识字，臣已派人到广州查明，全广州的人都知道他不识字。试问一个字也不识的人又岂能通过武略一试呢？很明显的，他是请枪手代试。请皇上出示你可苏灿。朕，那就命苏灿写写自己的名字吧。请皇上下旨。好。就叫苏灿写自己的名字吧。苏灿，你听见了，你要想证明自己是无辜的，那就快点把你名字写出来吧。这是什么字？太小了，看不清了。字小也是字，而且更费功夫。哎，是啊是啊。混账！禀皇上，苏灿写的这两个字根本就不是字。苏灿，殿前考核岂能如此马虎？再写大一点。苏灿，再写大点。
苏灿作弊一罪，论罪当诛，欺君一罪，祸连九族，请皇上下旨。请皇上下旨。九皇叔，苏灿虽然作弊有罪，不过他的本意也是想为国家出力嘛。好，朕就褫夺他所有的官职，将他抄家监禁五年，以儆效尤。苏灿所犯的是大清律例的极刑之罪，皇上若然轻判，必定失信于天下，有违大清祖宗法纪，皇上万万不能啊。九皇叔，怎么说苏灿也是朕御笔亲点，也算是朕的门生，朕念在一份情谊，稍加轻判，难道这也不可以吗？皇上乃万民之上，要一个人死无全尸，或者要一个人荣华富贵，只要皇上说一句话就行了。皇上你想想，换了我是世子，我也抱着侥幸的心去尝试，有没有平步青云的机会？反正欺君作弊，最后也是轻判了事。皇上你想清楚，科举乃是国家录用人才之途径，乃是强国之基础，皇上不可动摇啊。皇上请下旨。九王爷，我有一句话想说。苏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皇上钦派我不是想有违什么祖宗家训，而是欠我一个人情。这张就是皇上写给我的欠单。一派胡言，皇上怎么会乱写字给你？拿去看看。苏灿，这两个字皇上在哪里写给你的？九王叔，你说的对，朕的确不可以失信于天下。朕这下旨，苏灿作弊欺君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，朕要抄尽苏家所有家财，从今以后苏灿要终身以刑期度日。苏灿，你要快点谢恩。哎呀，皇上会不会太重了一点呢？谢主隆恩，谢主隆恩。抄点家，少抄一半也好啊。谢主隆恩。你们敢乱来？你搞错了，他不是皇上。你谁？我是太监。上！哦，原来是苏灿，你不是奉旨要犯吗？为什么又来行刺皇上？背后一定有人主使，本王要慢慢审你。苏灿，是谁指使你的？没有，没有。来人，挑断他的手筋。是。灿灿，说，我说，是齐天大圣玉皇大帝，给我挑断他的脚筋。什么？什么？我这……阿灿，没天理呀、啊，没天理呀、啊，灿灿。肯说了吗？好，既然你这么嘴硬，问下去也是浪费本王的时间。行刺皇上是罪该万死，来人，就地正法。九王爷，这件事是我想出来的，不关我爹的事，你放了他吧。行刺皇上是灭门之罪，就算不关你爹的事，一样要死。来，斩！等等，参见皇上。九皇叔，放了他们。可是皇上，他们想刑刺你啊。
他现在被你折磨的只剩半条人命，比死还惨。朕知道他这样受苦下去也是成见，放了他们。朕遵旨，放了他们。